欢迎收看这一期的《新笑林》，我是小黑。那今天很荣幸的，我们请到了一位超高人气大咖。怎么讲？因为他超级高。郑哥，你在哪里？小黑，小黑，白妹好，小黑白妹好。不带踮脚的，都已经够高了，好不好？这个《新笑林》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咱们老家正宗的歌手汪正正。那今天给您的任务就是在一个小时之内，我们来到电影院嘛，您当售票员，一个小时之内要卖出十张票就 OK 了。十张很容易啊。哎，我们这里面还有两个要求啊。第一，如果有粉丝认出你是谁，你要说 no。 哎，您是正正哥吗？我不是。对，那第二个就是如果说您在录节目吗，您也不能承认。好，那我看来我现在正正哥已经是信心满满的，接下来看你的了，加油， give me five， 耶、yeah!出发。咱们那个先生是看电影的，看哪个？哎呀，这个最近这个新片啊，这魔咒挺厉害，就他的那个手法呀，那个拍摄的那个整个的空间。三弟我这有，来，三弟我这。对话机了，完了，这白忙活一阵儿，这怎么办呢？白妹儿啊，人家是换票的，不是我是你就你让我收现金是不是啊？反正十张票就 OK 了呀。但是人家很多都是拿券来换票啊。所以就是要发挥你自己的魅力吗？哎呦。你看看我这个，我俩妹妹，我俩老师可好了，还给我坐着。来，过来买票，都别上别地儿跑了啊！